这样直接换线，我们的下路怎么打？这是个问题。My journey's only beginning。他这样直接换线的话，要换野区哦，说错，不是换线。换野区的话，我们下路会很难受。Show me the path。我们这把下路才是重点，下路才是重点，因为滑板鞋加机器人和卢娜会打得非常的凶。这个建模也装起来了，谁允许你装的？Adapt to all situations. Every mistake is a lesson.你粉丝牌粉丝，我在这打游戏呢，亲爹来了也不好使啊！粉丝牌粉丝，这粉丝那粉丝的，亲爹来了都不好使。没看到我这忙着对线呢。My place is at the top.Show me the path. Let's see if I'm on. Never settle for second.送个嘉年华你觉得呢？送嘉年华可以。To all situations.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place is at the top. An ally has been slain.哎呦 ，Q 没打出去。这我要是 Q 打出去了，我就追着他打了。下版本致命节奏取消了，完蛋了！你跑我这来玩什么蛋啊？我又不带那玩意儿。那是你完蛋了，又不是我完蛋了。我爽死了，全部取消，把所有的天赋都取消掉，只有猴子能带天赋。把所有的英雄天赋全部取消掉。整个世界只允许猴子带天赋。其他的英雄不配带天赋。My journey's only beginning. You got it. 你在干嘛呀？你到底在干嘛？来来来，我今天就要一打二。你他妈 AQ 我闪，我去你 NM 的，帮我推一下哥，我谢谢你啊。我靠，我刚刚才发现对面的这个岩雀的 ID 好像还跟我在同一个平台呢。刚刚才发现跟我在同一个平台呢，他有没有在直播啊，兄弟们？他的直播间肯定在刷我贼帅，我操，我这一波反杀直接一打二，帅的鸭麻。哎，帅的鸭麻皮，他到底要干嘛？什么东西打岩雀身上那么疼？我分身加本体双 Q 打在他身上，一个贴脸的岩雀，这个血量很正常吧？我觉得分身加本体双 Q 啊，我这个是，然后打在一个岩雀身上，我觉得这个血量是正常。
也不算伤害少。分身加本体的双 Q， 然后再加上双大招，满城征服者。对面的这个人不知道有没有闪现。那就是没有闪，没闪直接做掉。叫什么？叫什么？红宝，红宝。哎，直接就震惊，震惊。阿猴竟然能玩出这么好的操作。不是，我看一下人家打架，这小兵搁那猛揍我，受不了。付出爱的代价，玻璃刺疤，心往落下。下版本 AD 必须做攻势装了，没格子出假修，算不算好消息？其实这些东西都影响不到我们的，主要影响到我们的是战士装，就是下版本西兰刀也做不了了。然后，哎，反正改动挺大的这一回，这一回改的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是走刺客还是走半肉还是走战士，反正改动挺大的。这一回的改动，相比于今年年初的这个改动可能会更大，相比于今年年初的改动可能会更大。就是这样跟你们说吧，就比 S13 的那个改动还要大，就取消了神话装备之后最大的一次改动，这个是取消了神话之后最大的一次改动。你要干嘛？又少打一个图。哎，骸骨啊！哎呀，少打一个 Q， 然后他刷新了骸骨，好气！哎，给我拿个助攻好不好，大哥？完了，完了，要被反出来了。完了，坏蛋了，这一波终极坏蛋，这一波我直接把上中野全部带崩，一波节奏直接把上中野全部带崩，我真是个畜啊，真是个畜，不是人类。我操，这下路不会也要被我带崩了吧？完了，这一波直接害死五个。好，害死六个，还不是五个，害死六个。有没有可能我们就因为这一波然后游戏直接结束了？这龙王要是再死的话直接就一波游戏结束。万万没想到啊，我这一波越塔失误能连锁反应成这样。只是一个小小的越塔失误，直接连锁反应爆了。
real challenge.差100块钱，失误很正常，失误是很正常，但是这一波失误影响的比较大。这一波的失误影响比较大，这种失误确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谁没有手抖过呢？Adapt to all situations. 好，我这个位置你们怎么说？他这个是不是出来了个盾呢？不然的话，我怎么感觉打他身上没掉血啊？哎呀，早知道推上塔了。绕了一圈啥也没干，再把出个4颗流吧。早点来全杀了，确实。哎呀。My journey's only beginning. 这把没有玩得很好，失误还是比较多，失误还是比较多。哎，还能打，还能打，还能打，还能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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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哎哎，我要不，要给你一波了吧？哇，这打好一波直接游戏结束了，兄弟，这前面打那么多波有啥用啊？不如打好一波啊，游戏结束了。